宾呢，请到前面就坐哈，谢谢配合。然后下一个呢，我们欢迎能量医学对人体健康之效益的国际能量医学资深教授毛景兰毛教授上台分享。毛教授。对不起，不，你程序捣乱。不，我很乐意把程序捣乱。这个是国际记者乱一下也很高兴。对不起大家，刚才我误会了，他以为是叫我讲主题吗？讲了很多废话。现在呢，我来讲一点人类学的理论。什么叫做能量？能量呢，就是人体器官它在运作的时候，那个运作中间是细胞本身有一个电波的电位，这个细胞如果能够活动的时候，那你就能量很好。那像我早期的时候告诉大家，我是心脏衰竭有证明的，但是医学专家告诉我，你的寿命是2年。我想，我试试看吧，我寿命2年了。我要人类学，在现在的豆瓣说，把人类加进去，哎，他好了，也不要吃药了，也不是2年了。所以我后来就介绍几个心脏的来处理了，就是告诉大家，我们要新的思想，人类学。它是利用间断饭店来查病的。怎么叫间断饭店呢？人体的间断，十个手指、十个脚趾是间断，鼻子、耳朵是间断。有这个间断的部位，那个穴位经过经络的管道，直通到每个器官。但你查的时候，这个器官仪器上面显示到定位的数字不够。那你知道这个人细胞很少，细胞衰退了，但你知道查的数字变高，你就得知道这个细胞不正常，活动太厉害，发炎，是利用这个因素来查他，来治他的病的。我这个老人前后配合他们医学中心，处理了五千多位难治的病，结果他的成功率可以达到70%。怪病啊，这中风80不遂，而死得好，要好多时间。就是讲人类学，他自己查到你的定位不够的时候，要想办法输入定位进去，使细胞症状二是细胞会分离，细胞分离以后，一个变成两个变成4个。那当然说是我眼睛不好，视力细胞衰退，那你分离视就看清楚了。如果说是你的这个声音哑了，眼细胞不够，那你眼细胞变成好了。如果老人痴呆症，记忆细胞开始衰退了，要从后面脑袋进去，那记忆细胞很好了。这是能量学告诉你的，是用间断饭店的方法来查病的。哪个仪器查病？这个仪器呢，是荣民总会花的钱，我个人领导把它发展出来的，结果发展3年，失败十几次，所以现在这个仪器打到荣民做招牌，查人病的，所以台湾大学来用这个东西，长庚医院来用这个东西，中国医药大学来用这个东西，荣民总会本身在用，来查这个病。他们呢，前面就没不拿去用，大官来了，怕打针，怕吃药，怕抽血，就拿这个检查。第二种呢，人类学看病的情况呢？它是叫做调整这个血红细胞，这个细胞一个器官开始衰退以前，就是它那个细胞本身能量不够了，能量不够，每一个细胞集合在一起，这细胞不能动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必须能量进去，每一个细胞得到这个相同的细胞内的这个负离子的这种能量进去以后，细胞开始一个个分开，开始活动，活动以后，然后你把细胞加强，
别人细胞开始分裂，一分裂后细胞数量增加，细胞本身加强，这个病慢慢会好。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病，要是如果说当你中医西医看妙路可走的时候，医学中心告诉你，哎，这个没有办法要做了，要是要不处理了，好好休养吧。那这个情况之下，可以来跟我们赵理事长谈一谈，给我安排一下，我愿意来接受你这个工作，替你来处理的，让你的生命延长下去，啊，因为我自己本身现在目前要讲这个医学的时候，通常，这个卖药的药厂跟这个还有这个药剂师们，他们很不欢迎我讲这个东西，因为我讲不打针、不吃药、不用药，啊，所以因此他们非常讨厌我讲这个东西。所以如果呢，如果是他们思想能够抑制或人类的爱心，只要人的爱心很好，那么你药厂也可以做出能量东西代替你药供应人类，也是一种方法，也不一定要攻击他。那么我现在呢，本身呢讲细胞繁殖的方法，细胞繁殖的方法呢，细胞为什么会繁殖？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细胞里面带个能量，如果细胞能量衰退，什么时候衰退？50岁以后开始衰退，所以你到60岁以后，你就应该有能量经常补充，补充什么？要补充刚才你我所说的六种细胞，要使你身体很健康。那么我们说，我今天想寿命活长一点，不要生病，那什么要在淋巴系统处理？淋巴是个免疫系统的东西，那么你在淋巴系统怎么处理方法呢？第一个，要在下寒这里，在两个腋下，还有两个储息，都是淋巴结。一个淋巴的基因从脾脏出来以后，到这个淋巴结里面去，变成淋巴球，然后在身体里流动。所以你身体淋巴如果说数量不够，你就会感染。所以每一次经过化疗以后的癌症患者，他的本性轴收益受到损失，从5-6千降到2000多，怎么办？我在台大医院的时候，我跟他讲，你如果建议他恢复本性轴，用冷链球处理的，冷链球处理这个本性轴过少的人是有方法恢复的。其次呢，我是讲，那你有什么方法可以使你的细胞增加，可以使你的细胞强壮？那街上不是很多卖超音波的吗？不是高周波吗？低周波、中周波吗？不是，人体的器官运动叫做硬频，器官运动有生理的频率存在，这是我们讲话的频率一样的。你必须要做到神经的电路产生硬频，而且产生脉冲电流，跟器官跳动的波形相同，两个可以 match， 这样子才会产生互动。这个互动以后，它就变成产生什么？产生共振效应。共振效应以后，这个细胞开始打开，物以类聚。哎，你的频率跟它相同，你的频，你这个波形跟它相同，然后你进行的微电流，它接受，一接受细胞壮大，一壮大以后开始分离，是利用这种原理我们来治病的。所以未来的时候，阻止阻止不了的。因为我自己本身前3个月接到大陆上国务院这个治疗在那边，其实也喜欢过来看一看，他的邀请，邀请我说把大陆的医生跟他讲这个思想光给他。因为我自己的个人呢，想到86岁能不能坐飞机，万一发生不行啊，这一趟跑就划不来，我一直在考虑，到现在没答应的，谈谈谈吧，啊，所以你让我怎么接待你？所以呢，我的第一个呢，还希望研究另类学的人，还希望现在是医师的人员，啊，那么可以，跟这个，赵理事长谈一谈，啊，如果你们需要要进入下一步，由赵理事长来登记，我来希望您跟大家来做一次演讲。演讲的题目由你们大家出，你要问我，我如何不生病？我这个题目你给我讲，好，那我就有能量学立场告诉你怎么使得不生病。
那你跟我讲，我要演延寿，寿命延长。那好，你出这题目给我，你跟周律师来讲，那我来讲义，讲义这个如何使你寿命延长，啊，那么这样的情形之下呢，周律师长办的这个会议也很有用处。那么我自己个人呢，已经达到我传承的目的。如果说我不知道，当时于大为国防部部长身体那么好，说了过来第二天没有了，晚上了，为什么？心脏那个电呢没有了，不跳，所以心脏不停不跳，就是心脏衰竭的前兆。我今天来呢，我有一个传道的意义在里面，我不是想说讲我来说明人，你们给我付好多费，没有那个意思在里面。只要你有心来学，我无条件想把你教会，而且我有个个性，我60年来如影师，埋头看书，埋头研究这个东西。所以你来，第一个条件，我先告诉你，我如果你20小时没教你会，你来延长10小时，你不延长的，你先讲好，你就不要来哦。那我是这样的，第一个告诉你，第二个告诉你，我讲8点钟上课，你不可以8点10分来哦。你8点10分，我8点钟给照常上课，我不听你那个东西哦，因为你只要是参加我的上课，我一定要给你考试。如果你考试，我的及格分是75分，不是60分及格，你达不到75分，那我就告诉你重来。那重来可以考吗？不一定。你没修好，那我不承认，我教给你，我不想把我的60年的功底，因为你把我名字那个毛几人教过乱七八糟，那个人教的不会，我们不太好。那教，我想告诉你，你要下个决心，而且呢，我管你年纪大小，我脚踝很不客气的。你只要是找我的学，那我就带你，又是你的出身。你把一往手机通了丢开，你可以随便问我，帮我问到，我不感觉是维持，因为什么事情也不是人光是通，我不懂，我当即想办法找这个答案出来啊。那么今天，我是想跟我们在场的各位爱好健康事业的朋友们来提供这个意见。我那边有很多资料，也就是讲看一看啊，我这个写这本书写的怎么样？很多外国人在里面写了这个东西在里面啊，哈佛大学啊、耶鲁大学那个教授们也写这东西在里面。我写的时候，那么在希望你们能在这方面提出意见来问问我啊，我呢喜欢跟大家研究。我们是另类医学的另外一种，另类医学呢，这各种方法不打针不吃药能把病治得好，这另类学的功劳。但是人类学呢，有数据出来，我讲你病好到什么程度，好多分有数据，我治疗好也不能讲好要有数据，然后你再送给医学中医检查是不是真的好了，这个才算好啊。我今天呢不耽误大家时间，我希望大家能够很重视人类学，大家来发展啊，是我们人的社会，大家健康、漂亮、美丽、长寿，谢谢。